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是11月3号礼拜五，吃 special 的。好，看一下吃什么 special。哇，看到炸物了，很开心。好，今天的话呢有扁食，好，扁食我很喜欢吃，太棒了。那这个是香喷喷的炸物，这个是炸杏鲍菇，炸地瓜，炸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炸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炸物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有这个，哇，天啊，鲍鱼，这里有鲍鱼啊。各位朋友，中餐有鲍鱼啊，太厉害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有这个空心菜，好，那这个是那个面条，面条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姐，跟大姐谢谢好了。大姐谢谢，为什么今天可以吃鲍鱼啊？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？是你心情很好的关系吗？对啊。是哦，我还有虾子，还有大虾哦。这个是白虾还是炒虾还是泰国虾？炒虾哦，很大只呢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是炒那个，比如说炒虾哈，炒虾比较贵还是白虾比较贵？炒虾比较贵。这个一斤要100块吗？这个100块，300多了。这么贵？哦，大的。哦，大姐谢谢谢谢。